喂，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呢段嘅影片呢，就一齐抽一抽呢个2周年嘅庆祝啦。咁就即系日版早前嗰个五熟拣一熟啊，咁啊再五拣一，系啦，五只角色拣一只。咁就唔同嘅地方系啲咩呢？首先就大家都系同一个玩法啦，不过呢，入边嘅重系唔同嘅。港台澳咧就会有翻自己港台澳限定嘅角色啦，咁呢个系会比起日版多咗嘅嘢。日版比起台版多咗嘅嘢系咩呢？就系佢唔系喺呢个时候开呢个2周年嘅，唔系即系佢哋3周年啦吓。咁佢哋呢系呢、這个我冇记错，佢哋好似安徒生都出埋噶啦，但系我哋到依家就都未系。有啦，咁所以其实个抽蛋彩池呢，咁就好唔好呢？咁就见仁见智啦。咁我就觉得还可以啦，即系你追嗰啲都应该唔会系比较新嘅角色噶啦，可能你都系追翻啲限定咯，即系你可能唔齐限定嘅，咁你咪会追嗰个属性，睇下博唔博到嗰只限定咯。咁啊，我自己就会抽光属性嘅，系啦，主要就太多重位冇啦，光属性。OK，咁啊，即刻嚟啦！奇咁一粒玉都攞埋噶啦，咁啊抽光属性嘅，咁啊早前即系当时啦吓，我喺日版我哋抽光属性嘅，好光属性，嗱翻冇得翻转头噶啦，得一次机会嘅啫，咁啊三二一金。好，咁啊，我见人有确定嘅，你都冇嘅，唔紧要，照抽。Go！我顶。我拣边只好啊？好服喎、啊。好。唔揀住，下次見，拜拜，食屎啦！